服真不错哎。对呀、啊，防风、防泼水、防腐剂、房地产大亨、房价之神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那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像魔王啊？什么魔王？是水魔阵的魔王啊！啊，真的是魔王嘞！现在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啊？魔王，你等一下，给我们几分钟讨论一下。哎，这跟剧本里写的不一样哎，怎么办？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啊。可是魔王那么强大，我们也只有被踩扁的份啊。好吧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就使用那个吧。好，就用那个吧。长高丸。知道怕了吧？拿命来啊，魔王！饶了我吧，求求你们啊，我赶时间。咦，魔王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5月28文化屋展，5月29小明屋展，6月18风筝屋展，7月6宇宙屋展。我先走喽，就不陪你们玩了。哦，好险啊！我以为今天又要打魔王了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继续走吧。在魔王赶路的同时，让我们欢迎每天赶着回家的 END 地板组学弟带来的表演。Thank you.